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你很勇敢，真的辛苦了。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辛苦的。我觉得黄文言你很棒，你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，最后结果好不好？但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忘。其实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但我很开心你坚持住。以后子婷呢，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，不要再去逃避它，只要有努力，绝对是会有收获的。我自己哦，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的过程、回忆都会成为你很好的养分。告诉自己说，其实你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厉害。你要学会谦虚，你要学会学习任何的事。我很谢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。就是从一开始，我不太想要去积极争取上场，到我有信心可以跟小杰说我准备好了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。自己应该要把这段时间当作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要记在心里面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往自己之后的更多目标迈进。我能跟我同世代的人，我能站在上位的话，这个是我的目标。这一点来比较，我真的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了，真的很吃力，但是我熬过去。我们都可以学习变得更勇敢，先不要预设自己到底行不行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记得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一路下来我也无怨无悔啊，然后我也付出了我最多最大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跟自己讲就是辛苦。谢谢你一直相信你自己，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就是脚受伤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哭一哭，然后就赶快把这些情绪解决掉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我觉得你不后悔。我在这里面真的是100%的去享受跟体验。我现在只想跟自己讲我做得很好。其实一开始我找不太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，辛苦了我的脚、我的手、我的头，我觉得我做得很好，还好我撑过来了。谢谢自己这么的拼命，然后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回忆。对我来讲，跟拍戏是完全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方式。感谢我自己吧，就是当初决定要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让我的运动生涯跟人生又热血一次。希望我要继续保持爱运动的初衷。